早安，恭喜恭喜，新年快乐！欢迎收看早上九点钟的中天整点新闻。今天就是小年夜了，马总统每年的这一天一定会抽空陪着妈妈秦后修到市场买年菜。那么现在一大早呢，马总统已经到市场里头挑选菜色了。最新情况交给记者朱涵瑜。好的，带更新现场最新状况。那么今天晚上就是小年夜了，每一年的今天呢，不管马总统的行程再怎么忙，都一定会抽空陪马妈妈秦后修到市场里面来逛一逛，买东西，为明天晚上的除夕年夜饭来买菜。那么现在透过画面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呢，同样的在今年也是不例外，总统呢是一大早亲自牵着妈妈的手到传统市场里面来为家人买除夕年夜饭的菜。那么其实在抵达之前呢，总统说他和妈妈已经列好清单了，知道今天晚上今天呢到底要买什么菜，一定要吃的跟一定要买到的。我们听一下总统怎么说。买了小排、猪脚、全鸡，还有卤味啊、短灯啊、水果、青菜，这什么青菜都买，就是蒜不必买了，因为各地人送了我很多的蒜，而且都放在我们的冻箱里面。妈妈今年有没有特别要帮总统补一下？刚选完。你看，妈妈对儿子的健康有信心。妈妈有准备什么特别的菜庆祝总统连任吗？那就是多吃一点吧。辛苦你，辛苦你，送给你，送给你，请你，请你，你好辛苦。我们来给你买。来，喝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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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透过画面镜头当中可以听到呢，刚刚总统一一罗列今天到底买了哪些菜色呢？那么总统指出了，其实家人都还蛮喜欢吃卤猪脚，还有猪大肠等等。那先他也是和妈妈今天特地来挑选这些菜色，顺便和附近的邻居啊，还有摊贩们聊聊天，顺便送一下总统府的福袋和红包。而现在透过画面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呢，其实刚刚有很多摊贩都相当的热情，希望能够送总统一些菜色。不过刚刚总统也开玩笑说，今天买的菜色呢，其实都还蛮齐全的，唯独不用再买葱和蒜，因为之前下乡跑选举拜票的时候呢，很多热情的民众都已经送上了葱啊蒜，因此今年过年这些都不用再烦恼了。那么其实一趟市场逛下来呢，总统刚刚有说，整趟的菜色买下来总共是花了3540元。那么刚刚媒体记者也特别问到马妈说，为了庆祝连任当选，有没有特别加菜要为总统来补补身体呢？马妈妈说，其实总统身体很好，不用为他来担心。以上就是现场最新状况，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好，你看到是今天早上马总统陪妈妈买年菜的最新画面。